台湾蓝雀的食性很广，举凡果实、老鼠、小型鸟类、青蛙、昆虫、蛇类、蜥蜴，甚至人类的剩菜剩饭等，都是它们的食物，是杂食性的鸟。有时路上被压得干瘪的动物尸体，它们也不会嫌弃，照单全收。台湾蓝雀有一个特殊的习性，就是会储藏食物。他们会将吃不完的食物或者太大的食物分成小块储存起来。他们通常会把食物藏在地上，并聪明地叼落叶把食物盖起来。有时也会把食物藏在叶丛内。有时则藏在树枝分叉或裂缝的地方，等待有需要的时候再找出来吃。